大家好，我是广东特约机电有限公司马工，现在我也为大家来介绍安装 CW 6000过滤器。现在咱们呢制作安装过滤器的前端部件，就是过滤器、过滤器扳手、过滤器支架板、90度直角弯头螺丝和螺丝刀。现在开始安装过滤器。先安装过滤器支架，过滤器支架安装完毕，先安装过滤器。安装完之后呢，用过滤器扳手将过滤器往右方向扭转。过滤器安装完毕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